什么爹？咱们能活到最后吗？以琛，喂！ 报告，猎物已经到位，完毕。收到，完毕。报告，目标已到达目的地。好，参谋长，时间到了。嘿，明白。元老，到，出发，是。参谋长，人走了，给我玩会儿。 快点飞吧，他们都走了。慌什么慌？发动机不得预热吗？什么都不懂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？新兵蛋，别，你也别着急。这台59最快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98公里，咱们一定能准时到达的。慌什么？什么都不懂，慌慌慌！你说话也注意一下，赶紧飞。坐好了。 他们就是在 B121两幺，地点向西。谢谢。地方也没什么动静，别说他俩狙击手了，这是藏一个团在这片林子里头，那拿肉眼也看不到。哎，要是我们有热成像就好了，是吧？<笑>如果要有热成像的话，就不用撒出去找他们了，直接用导弹对地覆盖攻击就好。 他们绝对没有生物。我说你这个列兵，你话怎么那么多呀？两个干部说话跟你有什么？你少说两句啊！小明，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飞机啊，不追求。说谁呢？说谁呢？谁应我说谁。行了，别以为我这片子治不了你啊！看你这劲。
我也得知道去哪儿吧，方圆几十公里的，咱总不能在这儿兜圈吧？啊？哎，在画什么？这个就是他们的活动半径。那么远，一个小时，他们能走那么远吗？我们一起当的兵，一起进的新兵连，而且在一个团，我了解他们。来，听着就。我相信何晨光有这个能力。扯呢吧，一个小时能在这样的山地丛林负重30公斤行军，活动半径能达到10公里，编故事都不会编。他们俩的能力可不是编故事，那是真实的。随便玩去。算了，我告诉你，飞行员，人家王彦斌说的对，我们必须要扩大搜索半径。现在开直升机的是我，我说了算。志鹏，你听俺说，俺觉得吧，你找地方躲起来，俺去吸引火力，这是个好办法。二牛，听我说，我们现在是同一个狙击小组，就是一个人，不要再说什么谁拖谁后腿的话，没有任何意义。你记得老黑班长说的话吗？一个人强不是强，再强也是只羊，全连强才是强，团结起来是群狼，你忘了吗？还没忘。二牛，你能挺到现在跟我在一起参加红旗报特训，这说明你是狼不是羊，我们的心要在一起，心无杂念，跟着他们。一定能赢。没用的，他们早就溜走了。9点方向有人打枪，赶紧过去。蓝三，是你在开枪吗？请问是否发现红队完毕？蓝五，蓝三回答。没有发现目标，我们在驱赶目标。完毕。蓝三，红队狙击手相当的狡猾，开枪会暴露你的位置，小心一点。完毕。收到。完毕。这猎兵也来教训我吧。50米，太近了。他们在打什么呀？空气进去，俺也能打。再等等。等啥？他这速度快报销装了，等他换下一个开枪的时候一起射击，他们的枪声会把我们枪声掩盖住。走。
别在这儿发泄了，我们去搜索一下东南方向。等等，我要扫完就过来。一对一，听我口令。一、二。天光，还打中了。牛哥，我说过你能行。你是一头狼。你不是说他们没影的吗？你乱扫把他们引来了。你说我？哥们儿，怎么这么大胆，居然在这儿等我们？哎，说话呀！你见过有人跟死人说话的吧？真够黑的，还不耳雷？没挂你身上算不错。我们都挂了，还不给个全尸？得，刚开战，咱得挂俩，还不是因为你搞的？怪我？怎么不怪你？出生未捷身先死啊！已经有两个人挂了。什么活动半径十公里，明明就是在他们落地的地方干的。他没有走，留在了原地。嗯，何晨光比较了解我，但是他用了自己最不应该用的战术，蹲守战术。他完全是冲我来的。哎呀妈呀！你怎么那么把自己当根葱呢？啊？哎，怎么什么事儿都要针对你呢？来，兄弟，怎的？你要怎地？搞什么？你在搞什么？你在搞什么？你可没完没了的，在天上你就说个不停。八零。你不是想活捉何晨光吗？想，想的话就别乱了阵脚。我明白。给我过来！瞎搞！咱们现在就以 B121为据点，半径500米，展开扇形搜索，保持联络。都明白？明白，明白。出发。进来，队长，找我有事儿。唐工，你也在这儿。参谋长，好久不见了。你好，你好。人家现在不是唐工了，现在是唐主任。哦，特战研究中心的李主任退休了。不是，是军区新组建了一个军事游戏办公室。哦，哎呦，恭喜恭喜啊，唐主任，恭喜啊！欢迎来我们特战旅视察和指导。参谋长，您就别损我了。我这个主任呢是个光杆司令，现在手下就一个死党罢了。这不是跑到咱们旅啊来求援了。我听说咱们旅有一个游戏高手，曾经有两个月的假期，一个月只出门了一次，剩下的时间啊除了吃饭睡觉就剩下玩游戏了。哎呀，这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啊。旅长，是你跟他说的吧？
就你那点破事儿还用我说吗？啊，军网上早就传开了，代号叫金雕的玩家，多出名啊！是，这沉迷网络呀不是好事儿。参谋长，这对我可是个好事儿啊！听说您在旅里面还组织了什么军事游戏竞赛，作为他们军事考核的参考成绩是吗？没错，这旅长批准的。这有些同志啊，对军事游戏有误解。其实我觉得，这军事游戏啊是一个重要的辅助手段。像飞行员，可以通过辅助软件进行模拟飞行；步兵、装甲兵、特战队员，可以通过辅助软件进行模拟训练呢。参谋长，我有个请求。说。我想聘请您为军事游戏办的总顾问。总顾问。嗯。这是什么顾问？我怎么能当顾问呢？哎呀，说你行你就行，怎么婆婆妈妈的？刚才人家小唐一说，说玩游戏的专家，我想都不用想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。你说我的大参谋长连机关开会连会都给耽误了，不是你还能有谁啊？旅长，就这破事全给我捅出去了。那行，既然旅长说了，总顾问的事儿我干了，不过我有个条件呢，唐主任。您啊，还是叫我小唐顺耳点。哦，那行，小唐主任，总顾问呢，我答应了。你也得答应到我们特战旅客串教员。我？嗯。您没开玩笑吧？我到特战旅客串教员？没开玩笑，这儿就是旅长和我们两个人，你别藏着掖着了。小唐啊，他身手了得。不是简单的什么工程师，这一点我倒没想到啊！这么漂亮的姑娘，以前也是干我们这行的啊？她进特战研究中心以前的档案呢，都是空白的，空白档案。哎，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是不是小唐？参谋长，对我搞侦查，这可不太好吧？没想到啊，没想到我们机关还藏龙卧虎啊！小唐，旅长您见笑了。参谋长是开玩笑的，我哪有那么厉害啊？可是，参谋长，那我也想问一下，我到特战旅去教什么呢？总不会去教科研吧？那当然不会，你来啊，教特种侦察、特种作战。这，您可不缺高手吧？我们特战旅的高手啊，那是在小范围培养出来的，他们的思维和见地啊，很难超越现在的环境。总部首长。把组建红细胞特别行动组的任务交给了我们特战旅，我和旅长的意思是，希望他们接受不同的训练，最好的训练。好，我倒是也想见识见识这个红细胞有多厉害。那我们成交。成交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把我这儿当谈判室啊！买卖谈成了，赶紧给我滚蛋，我要清静清静。下午军区首长还来视察呢，啊。旅长，那我走了。我说嘛，怎么有辆车在这儿？这是你的。我们还坐车吗？走走吧。行，啊。我们去哪儿等您？在门口等我吧，我和参谋长聊聊。小杰是吧？嗯。你让我当着什么总顾问，不会那么简单吧？果然姜还是老的辣呀，参谋长，您说的不错。我对这个军事游戏确实有一些最初的想法。我想，以咱们特战旅为背景。以狙击手为主人公，以一支特战分队为主线。您觉得这个设想怎么样？好，好啊！小唐，你们这个游戏出来，我一定好好玩玩。游戏名叫什么？国之利刃。国之利刃，好，
这个名字起得好啊，小唐，我们特战旅是那名副其实的国之利刃呢。您喜欢就成。哎，对了，参谋长，您让我去当教员，您总得告诉我我到底教什么，怎么教吧。小唐，你现在是我们自己人了，我就详细跟你说说。总部首长命令我们特战旅组建一支全新的特别行动小组。之所以说全新呢，不仅是要求装备新、技术新、训练新，也包括思维新、战法新、手段新。总之啊，面对未来战争所有可能性，面对特种部队非战争行动的所有可能性，组建一支全天候全能型的特别行动组。这就是您的那支红细胞特别行动小组吧？没错。红细胞，无形、隐秘、渺小，却能引发巨大的癌变。参谋长，这可够狠的。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，使敌人无力抵抗，是战争行为的目标。克劳塞维茨的《战争论》第一卷。不简单呐，《战争论》你也看过？您见笑了，只是看过点皮毛而已。我们红细胞特别行动小组呢，注定跟这个传统的作战分队啊是不一样的作战方式，在不一样的作战理念指导下的作战行为。所以啊，我希望你教给我的队员是不一样的东西。参谋长，您可说过，我是不了解狙击手的，我那些东西都是从书本上看来的，那会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啊，那是我说错话。也许你不了解特种部队的狙击手，但是你对秘密行动绝对是内行啊。化妆渗透、心理作战、敌后接头、交接情报、安全点的选择和使用、俯首格杀、对象国家和地区的风土人情、政治军事，这些啊，他们通通都要学。你还要教会他们如何做一个无名英雄。我相信你会是一个好教员。您呀，才是最大的内行，您一眼就能看出我受过这方面的训练。我们就不要相互吹捧了吧，自家人不说两家话。那好，参谋长，您的那个红细胞特别行动小组现在在哪儿呢？我想去看看他们。还在选拔当中啊，今天和明天呢，他们在进行狙击战术对抗训练。那我更想见识见识了，他们在哪儿？都在山里。山里？嗯。现在我也找不到他们，一直到对抗训练结束，他们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是丛林里的隐形杀手。我还是想去看看。行，我派人带你去。哎，参谋长，您就不担心我们出现在训练场上会给他们添乱吗？添乱？那战场上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，在训练场上给他们添乱，是对他们最好的考验。我明白您的意思了，那我就先走了，参谋长。好。干什么？有情况。有情况跟你什么关系啊？我们是死人了。哦，对啊。你们两个怎么在这儿？死人了，还能在哪儿？那你看风景呗。哎，发现红队没？哎，咱们是死人，遵守规矩。啊，对。干嘛？
起来吧，这车我们现在征用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可别后悔。后悔？我们两个跑了十几公里的山路，好不容易抓着一辆车。起来。说了别后悔啊。叫你别后悔了吧，下车吧，还在这干嘛？没你们啥事儿了，等着收拾队吧。走走走，下下下下下。正好人齐了，来来，都立住。我们又挂了两个人，啊！现在11-2。这俩小子真行啊！刚开战就干掉我们四个人，还是俩劣兵。哼，因为他们是铁拳团的兵。我知道，你也是铁拳团的劣兵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哼，没看到我们两个干部正在商讨敌情呢吗？什么话，新兵蛋！哎，李斌，李斌，你看什么看？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你们看什么？这，三兵，干什么玩意儿？我忍气很久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别把豆包不当干粮，把列兵不当士兵。王列兵，我告诉你，你想清楚，你用这种方式来跟谁说话？我知道你不就是干部吗？我现在就需要让你道歉，你给我道歉！道什么歉？你不道歉，我压死你！来啊！你道个歉怎么样，飞行员？道个歉吗？你道歉！对不起。什么意思啊？干什么？我知道我自己犯了什么错。反正这兵啊，我也当不了了。你是这儿除了他以外军衔最高的人，怎么处罚我，随便你。这不瞎搞吗？这胡闹什么呀？都想干什么呀你们？反正我知道这事他早晚会汇报上去。你说什么？你凭什么说我会汇报？王彦斌，我告诉你，你用不着用这种方式来羞辱我。就这点破事儿往上报。报了我就不是个军人。行了，哎，人家不是那个意思，想哪去了呀？啊，都是战友，好好说话不行吗？啊，还动手？你放心吧，飞行员不是那样人，好好跟他说说。是谁？飞行员，你过来。态度好点嘛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？你去，去了。好了，都站住，我们去。对不起，我不该动手。我也有错，对嘛？俗话说得好，前世1000次回眸，才换得今生1次的相遇。咱们还是战友，哎，就看在咱们前辈子头都快要扭断的份上，咱干点正事行不行？啊？干点正事吧。干正事吧。
天光，你确定那上面有狙击手啊？那是一个有利的制高点，也是一个绝佳的狙击点。如果是我，我会第一时间抢占那里。帮我留意四周，我来个火力侦察。明白。打中了。天光，你太神了吧！别高兴太早了，继续找他们的观察手。发现目标，十二点钟方向，音速中断，平台，他就在那。目标消灭，中了，我们可以进去了。要进入厂区，必须通过前方的开阔地，贸然进入，一定会遭到其他狙击小组的攻击。那我们怎么办？等。等，老唐人，咱歇会儿成吗？我实在走不动了。这才走了几步啊？可是我在军校那时候学的信息工程，也不是作战指挥啊。你们不是有学员旅吗？怎么没参加？我那时候一直在指挥部待着来着，哪进过山啊？看来这现代化的信息站也不能丢了解放军的铁脚板子呀。行了，我们坚持一下。说你什么好啊？不是，你说我就纳闷儿，你是怎么有那么好身手的？走这么远山路，好奇，啊，好奇心会害死你的，别问了。神秘的女人啊。前面有辆车，坚持一下。去，疯了！你疯了吧，凯炸，王炸！哎呦我去！起立！首长好，首长好，首长好。行了，别喊了。你们四个怎么在这儿？不是搞红蓝对抗吗？我们四个挂了，按照规定，只能愿意待着。红细胞。也不过如此嘛。这是你们的车？是。我临时征用了，小杰上车。首长，这部队的车。我知道啊，这是军车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这车是部队提供给我们训练的，您要开走了，我没法交代啊。没关系。我会和你们参谋长说的。行了，下车吧。怎么了？人家不想借，我们也别赖着了，走吧。谁干的？咱们的车要是被他们开走了，咱回去怎么交代？你小子行啊，手真快。哎，什么时候搞起来的？不能说，绝活。拉倒吧，还不想学呢。咱继续打呗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
说那车怎么就坏了呢？没坏，是他们使坏。使坏？对啊，不想借呗，怕装备损坏没法交差，我能理解。不过跟我耍心眼儿，还嫩了点。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揭穿他们？小姐，他们四个人，而且都是战友，有些东西是心照不宣的。就那么一个小零件，他们四个人一倒手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是谁捣的鬼。这野战旅的兵啊，看上去老实巴交的，其实一个比一个的鬼灵精。更何况这还是特战旅呢。哎呀，只是可怜我的脚了，人家周末还要穿高跟鞋去逛街呢。行了，你就别想着逛街的事儿了。还是没什么动静，他们是不是在这一带活动？天都快黑了，现在出去也很麻烦。哎，你说红队到底藏哪儿了？最笨的办法也只有守株待兔了，也没其他办法了。我们把他开走。开走？这样不好吧？他们可能就在附近，说不定就在山上呢。那咱这不属于偷车吗？那还不是因为你的脚啊。可是咱们会不会被处分啊？要处分也是处分我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这是在特种部队狙击手对抗的演习中，他们把车丢了，要处分也是处分他们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可是因为我的脚让他们受处分，我觉得这样也不好啊。他们该处分。那为什么呀？他们把自己的车丢在这儿不说，轻机枪还在车上呢，这么轻易的就被人偷走了，还红细胞。我看红烧肉差不多呢，这也算是我给他们当教员上的第一课吧。上车。抓稳了。嗯，谁把咱的车给开走了？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我头一次坐这么猛的车，好好体验吧。有品味啊，德国战车，我喜欢。坐稳了。